给每一个勇敢为生命打拼的斗士们。Ella 陈嘉桦推出事隔已久的单曲《晚安歌》，这首歌是她倾诉自己身为人母的心声，但更重要的是想透过这首《晚安歌》鼓励那些正在为梦想努力的每个人。晚安歌我当初在创作的概念是因为我也当了妈妈，然后我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是生死关头的那种过程，所以我觉得生命之初，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困难，充满的考验，然后就是因为生命很辛苦，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快乐的去过每一天，努力的去过好每一天，因为你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给每一个勇敢为生命打拼的斗士们，我其实是要献给每一个人，因为就是因为生命真的很困难，每一个人生都有自己的辛苦，然后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，对。可是你真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要勇敢、坚持，然后要谢谢自己，对，谢谢一直那么的坚持，一直这么的努力，这样。除此之外，这首歌也由 Ella 自己参与了词曲创作，在录音室更一度泪洒了。亲爱的自己，这个尾音很好听。晚安了，亲爱的自己。太晚了，丢了哈。怎么这么可爱啦？好好听的一首歌啊！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星期的《青春有你二》导师合作舞台上，听 Ella 和训练生们合作唱这首歌哦。